这片森林是猴子住的地方啊。你吃到鼻子上啦？哇，好吃不 ？Hello， 再合个影吧。好看不？这人好看不？你别跑嘛。嘿，猴子怎么叫啊？突然下起了大雨。菲斯的新城，但是我们会住在老城哦。这里其实很像巴黎，比如说16啊、20啊之类的这种区的感觉。好像有人来拿我们的行李了，可以下车了。我们有一堆行李哦，我们是不是得拿两个？他拿不了，我来拿这个。我们好像很远的样子。Thank you very much, Shaklan. Have a good night. Bye bye. 一个寡言寡语的司机大哥。Hello. How are you? Good. 哇，天哪，快看！哇哇 ，How do you know？ 你走进来会是这样的。Wow.哇，他是故意把那个走到弄那么破，所以进来大家就超开心吗？哇，这好赞哦！来坐，宝贝儿，请坐。现在我相信他是皇宫了。Hello，Wi-Fi， 先给我们送 WiFi。我们看起来是很缺网的样子吗？我们确实很缺网。嗨。You're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the best. The tea is coming. Okay. 他给我们了一个假的。哦，其实按的，不是拧的。他们一张单，就是每一个 real 都会给这么一张单，你要填一下。Hi, my dearies. Hi. Thank you. Honey.Okay, one moment. Thank you. 我们上来啦。刚才 Red Face Maya 底下的 reception 让我们在底下坐了很久，服务了很多很多人，我们才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吧，这是大门。我们的床这边还有一扇窗，这是镂空的铁艺。哇，真的是很豪华的房间了，很不小了哦。还有一个小茶几。你看，一个小王枣和一个吊灯，一个巨复杂好看的吊灯。这边是一个马赛克的小衣柜，一个办公桌，这边还有一个铁艺的窗，一个巨大的电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咯，整整整整，马桶、浴缸、洗手池，还有我。这个 Riad 的服务真怪怪的，他一进来客人让你在这坐着，能给你推销各种产品。以前任何一家 Riad 都会给你一张地图，给你标注你要从这儿走。什么都没有，就是告诉你你要买这个哟，你要买那个哟。酒店啊，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觉得我之前白花了，服务太差了。说了三次，我说我要先入住，因为太累了。他说了三次，我说我要入住，他就让我们在那里，我们都已经说了，我们不在那里吃饭，又是晚餐。对，晚餐又是 massage，spa， 体验太差了。大家你们听到了吧？你看，来自群众的声音总是这么的真实。然后一口一个麦迪尔。我们出门了，刚好小朋友们中午放学回家吃饭了。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今天一整天我和王总处在食物中毒的边缘，一直特别晕，有点恶心，很恶心。王总呢，他是现在开始他拉肚子，我们俩除了酒店的早餐以外什么都没吃，所以一定是酒店的早餐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去一趟超市买了燕麦片，想养养胃，给你们看一眼。我现在太虚弱了，就不走过去了，不好意思。买了一点燕麦，买了杏仁奶，买了烧水壶，这是我的小药盒。我带了一些消炎药，咳嗽的喉糖，这也是消炎药，碘酒的那个棉签，消炎喷雾，然后还带了一个消炎的，如果被虫子叮咬的话，我本来是担心在沙漠里会被什么咬到，其实并没有，还带了特别多的 VC， 还带了那个 Boost 的发烧的冲剂。然后现在我们就在酒店里休整一下，休息，今天主要就是休息。哇哦，好像成功了，哇，成功了耶。这个大厅真的是百看不厌呢。大家早上好，我和王总今天都好啦，我们俩生龙活虎啦。然后今天呢，我们有很多视频要剪，我们俩准备去一下市区的 Costa， 然后下午呢回来享受一下这个 Riad 的风景，然后在这里拍拍照，拍拍 office。 哦，现在我们俩被关在里头了，出不去了，他们锁了门。那我们人家真的很安全了，大白天的帮我把门锁了。我们现在走路去市区，这块走路去市区估计也就10分20分钟。昨天也走了一段。耶！从酒店出来，这就是老城这个城门的边缘，所以这块是可以开车的。这是 Costa， 你看它有比利时巧克力的饼干摩卡。我和小王总刚刚出门去他们当地的市场买菜和水果了，我们要自己榨果汁喝，看看买了什么吧。甜菜根放哪儿呢？放我的属性里吧。好呀。好了，交接了。买了香蕉，哎，香蕉底下还有两个释迦，放这上面。我们今天还去家乐福买了这个全麦的，他们这个馕，一小串胡萝卜，小水萝卜也可以榨汁喝。然后呢，牛油果，两个柿子，是咱们也有的那种柿子，但是没晒干之前的样子好像。然后他们这小李子，摩洛哥小李子很好吃。今天去 Riad 菲斯，这前台给我们弄了这么一个车，特别厉害。小车车虽小吧，我们5个大箱子全都装进去啦。就我们的所有的行李全都放进去了，就这么一个小车，厉害吧？我们到了 Riad 菲斯啦，这应该是我们全程住的最好的一个 Riad， 对吧？对，我们会在这住两晚。一进来这里的气味就非常的好闻，你们看看大厅。这是菲斯最好的 Riad 吗？这是菲斯最好的 Riad。哇哦，朋友们，我们开了菲斯最好的 Riad。锵锵锵锵！看我们这么一堆行李，查累死大哥。我们这么一堆行李本来是要用一个小车都不一定装得下，但是大哥用他的两双大手稳稳的抓住，一共抓了4个行李，还有2个袋子。 Impressive， 我回去我要健身了，变强壮。我又站在门口了，那就说明我们又要有个 room tour 了。窗外能看到这个喷泉的一个小坝，还有吃饭的小平台。然后呢，哦，行李进来呢，这边仍然是一个大窗，然后我们的床、小桌子，这边是个 mini bar。 哦，然后它这儿有做
有一个小咖啡胶囊咖啡机，然后一个小工作台，一个镜子，然后就过来是卫生间啦，两个洗手台，大镜子，化妆镜，应有尽有，一个浴缸，淋浴和马桶。我现在对这个酒店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它的味道很好闻，很舒服。酒店出来这条小路，下雨了耶！哎，那有个橙子树。嗯，王总，我们去哪儿？土豆丝。我们去土豆丝。我们走到老城的另外一个门口，因为那个今天是礼拜几？礼拜六，他们礼拜五他们休息日，所以店铺都关门了。我们就火速的走出来了。我们走到这边的城市的大道上，然后王总。是土豆丝。哇，这个小山头上看这个城市是这样的。是去吃酸辣土豆丝，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太好打车，就是都不顺路。但是家乐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商场，哎，他们这儿好像有家乐福的地方就是市中心，对，就是大商场。然后那个人说去家乐福，他就领我们来了，领我们来了。然后今天呢，就李王总吃了这个大商场味的麦当劳。看他们的麦当劳吧，一个有 Tabasco 辣酱的那个牛肉 burger， 一个可乐，一个薯条，还有王总最期待的草莓奶昔，好吃吗？超好喝，真的啊，嗯，红茶，哇，我们，然后我点了一个 Earl Grey 的热茶，因为有点冷。我发现摩洛哥人很友好啊，路上的人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问候一下你，说欢迎你来到摩洛哥。他们对中国人好像特别特别的友好。哇，你知道你在一个多美的景色里吃吗？我给他们看一眼外面的景色，在山上哎，好嘞，王总请用餐。这么个商场咯，然后家乐福在楼下那里，然后那边有 Costa， 那边还有耐克哈迪达斯呀。出来了彩虹，彩虹哎，哇，彩虹彩虹彩虹哎，哎，这边哦，好好看啊，太好看了，祝大家好运哦。